哇！OK，刚才恶作剧。他睡醒了，怪恨我们。我的妈妈都跑不掉。有啊，你是在骂我姐，我爱捂住嘴。他口头禅就是“无啊”。啊，是哦。无啊。现在你帮我换这边。你来，你来，我这。哪个？哪个？我是跟我当当你嘛。真的没事。无啊。小姐，帮我点，刚才他上面。太麻烦了，谢谢。你这谢谢。管他，他不想从别人包了，快点。我们不要凶起来。忘了，忘了。我们不要凶起来。啊，忘了，我本来想说像那个留一个小辫子。哎呀，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已经。留一小撮。我们不要凶起来，无一个人来去，够好。好啊。没有留一小撮。对啦。来不及了。忘记了，本来想说给他留一个大陆型的小辫子。太大了。太大了。我有光头真的光，所以没有光头。嗯。嗯，对哦。我是觉得光太那个，我刚才有想到了，可是我就觉得三分的就好了。是哦。嗯。比较希望他光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可以光头吗？安尼就好啊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我是觉得太光了，夏天嘛。因为我觉得光头比较好看。有比这样差不多光头啊啦。光头。光头都是平头。不一样。我觉得光头比较可爱。好啊。可以吗？也是可以啊。我怕这个有些话，这边我怕受伤，因为我小心去摔到，还未来得及修理。哦。对啊。好啦，慢啦慢。我小姐真的，我怕也受伤嘛，啊，我听无问题，怎么样？买了我讲，一，下次。是啊，妈。好了好了。干嘛一直笑？很好笑吗？我现在在洗啊。待会要拍一下他醒过来看到自己脸的那个特别发型的表情。嗯。好像尾气呢？他睡着是蛮。我一下晡时，伊一点钟无困。啊，是哦，不乖，我刚在床。你好，兄弟。我下次回来补李光。哈哈。都先淡淡啊。李光头变成像他表哥。哎，伊个伟杰是帅。嗯。
我本来想要它像小三。再来修一下。存一点点，无是会动啊，嘛是会动，安尼就会动。想要让它像小三。我给它修一下，啊，修一下。那下次回来想。啊是呗。给它修一下好啊，修一下。啊是袂，我得用这菌来。你麻烦你啊，迄个一只斗济啊，你啊坚持卖话，咱就斗迄个啊一只用这卤王。卤光头。就像你光的，好冇？光的啊。啊，就伊妈妈教伊光的。你怎我打？伊说真可以。就俺唔过爱充电，俺妈用伊机我惊伊受伤。伊搁咧困咧，当中就困困，我惊伊困。我觉得你想放松嘛？哎，安尼应该 OK， 你动作柔软呢。二，后边个姐，还是光的。先暂停一下。没有。要弄开。